台湾纤维艺术家康雅竹不仅使用纸、布、线来进行创作，更进一步在作品中融入他走访世界、探寻各国织品文化的体悟。2015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著作《织物地图：一位艺术家的纤维染织行旅》，写下他在孟加拉看到贫穷却朴实的人们如何保存了传统编织技艺。在匈牙利看到艺术家卡蒂活用在地素材，转化成美丽的羊毛毡画。在加拿大临近毒品管制中心的东喜士定街，看到了纤维艺术家如何运用自己的作品扭转当地民众对于社区的负面观感。这一路走来的旅程都见证了纤维艺术的多元面貌与可能。2016年，康雅竹出版了《织物地图二：羊毛、纺线、古文明织出的秘鲁纤维工艺》，记录了企图心更大的秘鲁探访之旅。在这个南美洲第三大国，涵养了印加古文明的国度，他深入安第斯山脉、科卡峡谷、蒂蒂卡卡湖，甚至是亚马逊河流域，见证了普诺盛大的二月圣烛节，人民穿上传统服饰，颂扬大地之母。见到塔奎利岛上的居民用编织腰带留存传承已久的生活节气，见到亚马逊河的原住民将饮用死藤水出现的奇异幻象转化成布料的反复图案。走过了世界这么多地方，也让康雅竹的创作艺术展现出全新的面貌。2015年的台北儿童艺术节展览中，他从秘鲁之旅获得灵感，推出剪发结辫计划，透过编织头发与造型，让小朋友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想象。在未来，这一张用布料与色彩构筑而成的世界地图，也将随着康雅竹的创作步伐，继续拓展出广阔的天地。你知道什么叫做纤维艺术吗？台湾的艺术家康雅竹这些年来很努力的驻村旅行，去不同的国家收集跟织物有关的技艺与资料，构成了他心中独一无二的织物地图。这两年呢，他出了两本书，织物地图一呢收集了他在美洲、欧洲还有亚洲的织物记录。2016年更厉害了，他出了织物地图二，只去了一个地方，但那个地方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个地方就是很神秘，但是有很多彩多姿的秘鲁。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访问到，就是你很少听到，但是又独一无二的纤维艺术家雅竹。你好，宝仪好。嗯，所以你主要是用哪一些纤维来做创作呢？其实我后来去念南艺大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学了很多不同的技艺，然后也接触不同的媒材。那其实，因为纤维它其实也牵涉到机器设备，那你必须要有织机或者刺绣机，就是最基本的缝纫。当然你也可以完全手工，就是都不同类型。那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兴趣很广的一个人，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都会想要接触。那我也用了很多纸张这样子的媒材来做创作，因为其实那时候有一阵子在发展跟技艺有关的主题。那记忆我那时候觉得像纸张，它纸张也算纤维的一种，它也算是纤维的一种。因为其实从传统的手抄纸，它其实就是透过树皮或者各式各样不同的植物纤维，然后去抄出那一张纸。那当然到现代化机械生产的纸张可能看不到那个纤维的部分，可是它也可以算是纤维的一门。对，那时候我觉得纸张它就是当用裁缝机戳过，它会有洞，那这洞就没有办法复原了。对，可是如果你今天用布，它其实并
裁缝机其实不太会破坏那个布，因为布本身就有那些空间，对对，所以我觉得纸张它其实是可以去传达我想要表现的那种关于记忆飘渺啊，然后脆弱的那种感觉，所以我那时候用描图纸，因为它又有点半透明，嗯，对，所以那时候发展了蛮多跟纸张有关的作品，嗯。你要不要说说一开始的时候你是怎么想到要出一本织物地图呢？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出书，那因为这些经验都是像第一本其实那时候都是过去8年的时间到不同的地方国家去展览或者驻村，那因为这个主题是自己有兴趣的，所以当你到那样环境你就会去研究或者你会到处去看，然后也是在跟回来跟朋友在聊天，那因为有时候这些经验它不一定会呈现在作品里面，那也可能是讲一些小故事，然后朋友就觉得哎，你这些我们看不到的这些故事很有趣，那好像这些照片啊什么都只是躺在你的电脑里面好像有点可惜，然后就是朋友就是建议说哎，你要不要出书啊，然后那时候其实一开始要想说要分享的其实是出一本旅游书，那也是因为坊间大部分看到的旅游书大部分可能都是介绍食物啊或者 shopping， 对对，那就不是我有兴趣的部分，所以我就觉得哎，其实纤维跟我们每个人这么的贴近，每个人都要穿衣服，那包括有时候就譬如说你去店家不同的地方你会看到其他人说哎，这什么东西，这怎么做出来的，那有时候他那个知识其实非常的基本很简单，那你会觉得不了解很可惜，然后包括说看到这些的故事，所以那时候就是想说把自己的经验去分享。这里面因为我看你的书里面其实不只是在介绍织物而已，有的时候你在一块小小的布上面它就道尽了这个国家的沧桑或者是这个国家到底靠什么过活，其实是非常明显。你是不是在这个追寻的路程上也发现了这件事情呢？对，我觉得其实一开始都是很单纯。那我也发现，其实很多的朋友啊，很多的人其实都对不同国家文化的织物很有很大的兴趣。那因为我有过去的那些训练跟背景，所以我觉得或许我可以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来出发来探讨这件事，嗯，那当我在观察这些人的故事，那你因为你讨论的你不是只是讨论这个织品怎么做而已，你还要看他哎为什么会使用这个媒材，那这个技术的演变是怎么样，所以他又会牵涉到这个国家的发展他的历史，嗯，然后包括到哎因为你看了他们的故事，你知道哇塞花了这么多的时间，那这一块布竟然这么的便宜，那你就会觉得他们的收入是什么，那你就会更进一步去思考关于背后牵扯到的不同的议题，嗯，会思考这些是不是孟加拉给你蛮大的冲击的？对，我觉得孟加拉那一趟也蛮有趣的，那一次其实是去驻村，嗯，然后其实那一次的旅程一开始其实自己还蛮愚昧，因为其实就想说哎，孟加拉应该就是也怕被抢或不安全什么，所以其实我那一次去我穿了一件破掉的牛仔裤，我想说把让自己破破烂烂的好像比较安全这样子，可是没想到我发现它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因为身为一个女性其实你不可以把你腿部的肉去露出来，所以我不管走到哪里大家都是侧眼看，对，然后指指点点，然后我就问艺术村同行的朋友说哎，他们到底在讨论什么，然后他们就说哦，因为你露出你腿部的肉，然后加上因为孟加拉的肤色他们人的肤色比较黝黑，那我的就比较白，所以就不一样，那所以从这一点就去思考到关于服装然后跟一个国家的文化，然后我身为一个外来者，那因为不了解然后产生了这些有趣的一个现象， 对。秘鲁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觉得在我还没去之前我觉得它就是非常的神秘，因为如果从如果讲织品好了，从
为什么秘鲁有这么多织品，也是因为气候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包裹木乃伊的这些织品，因为气候的关系，它比较容易保存下来，然后供后人去研究。那包括这些，就像陪葬品这样的东西。对对，然后啊，因为木乃伊它其实就是会一层一层包裹这个布料，把木乃伊整个包起来，就像粽子这样子。那这个织品其实就很丰富，可以考察。然后包括说织品上面的图案，嗯，像那时候就看到很多像那种飞天的人啊，就是人在飞，那你就会觉得哎，他是也跟外星人有关啊。因为像纳兹卡线就是比较有名，大家比较对秘鲁比较了解，就会想到纳兹卡线，外星人画的。对，那到底是谁画了这些线？然后包括这些巨石建筑，到底是什么人可以把这些石头切合的这么好，这么重的石头是怎么运到那边去的？那些对不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些零零总总全部加起来，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嗯，然后包括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去到，所以就觉得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去看。